上期到 free 性价比，我们说了机械键盘，这次我们来谈谈游戏鼠标。这几年与游戏相关的各种外设越来越普及，游戏鼠标作为其中一个品类，关注的人也是越来越多。相对于普通的办公用鼠标，游戏鼠标在性能、手感、用户自定义等方面，能够更好地满足玩家在游戏方面的需求。入手一款合适的游戏鼠标，还能大幅度提升操作效率，不再错过任何一个关键攻击。本期 Top Free 性价比，我们就来跟大家推荐几款游戏鼠标。国际机系列鼠标在游戏外设领域十分知名，作为其中的入门级产品 G102 内置32位 ARM 处理器以及新型传感器，游戏中可实时调节 DPI 参数，五档 DPI 设置最高达8000 DPI， 支持 200fps 追踪速度，1000赫兹每毫秒响应速度。 G102 有着约1680万色的 RGB 炫光，炫光区域徽标和 DPI 指示灯可单独定制，还可通过逻辑游戏软件与其他逻辑机 RGB 产品同步。鼠标上的6个可编程按键可以让玩家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配置。 G102 有着便宜的价格和不输其他机系列产品的性能，性价比还是十分高的。有着登场知名的雷蛇，其游戏外设产品同样十分出名。对于入门级的蝰蛇系列，雷蛇在今年进行了升级，推出了蝰蛇标准版，其配有6400 DPI 光学传感器，支持1000赫兹每毫秒响应速度、200fps 移动速度和50G 加速度。外观采用右手人体工程学设计，配有防滑橡胶侧裙，握感更舒适。鼠标上有5个独立可编程高速响应按键，支持 Razer Synapse 2.0 软件，玩家还能通过该软件将鼠标参数、分配按键功能等设置保存到云端，即使是在其他地方也能云端同步，对需要线下比赛的玩家而言无疑是非常方便的。说到性价比，怎么可以不提国产知名品牌双飞燕呢？血手幽灵是双飞燕旗下的高端外设品牌，而血手幽灵 J95 则是今年初新推出为吃鸡打造的游戏鼠标，外观采用右手型人体工程学设计，达28毫米乘69毫米乘40毫米的尺寸，更适合手大的玩家使用。传感器采用 PixArt PMW3325 光学引擎，分辨率100至5000 CPI 可调100fps 循环速度和20G 加速度，支持1680万色 RGB 彩漫调节，可通过软件设置专属灯效，按键涵盖多种特色功能，包括控制双枪、使用调枪后机械等等，性能还是不错的。以上就是本期游戏鼠标推荐。其实在游戏中外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，但更重要的会是个人技术，不过还是希望本期视频能够帮助到预算不太高的玩家们。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些配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推荐配件，电竞鼠标店。推荐理由，有了游戏鼠标还需要有一张好的电竞鼠标垫，这类鼠标垫表面阻力更低，鼠标滑动更顺畅，定位更精准，能够让玩家在游戏中有更好的发挥。推荐配件，手腕托。推荐理由，用不正确的姿势握持鼠标很容易导致鼠标手，配上一个手腕托能够减轻使用鼠标时手腕上的压力，也能减轻鼠标手的症状。关注订阅 UP 主，获取更多性价比好物推荐，私信评论我，还可以教你更多优惠购买攻略哟。